这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坐上这个单子 ID 的球了？快停下来，快停下来，我要下车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去，这都能马枪？快，赶紧放重回下去。哎呀，我去，真的要吓死我了。不是你别跑呀、啊，这可是我的球。我去，刚我的魂都要被你吓出来了。我去，居然还敢给我枪械。哈哈，你跑不掉了。我去，你居然还敢再上几跳？那你就送死吧。你是侥幸击杀单子 ID 五 ？OK 啊，我去干，我的魂都要被你吓出来了。这可不能怪我手下没有留情啊！谁让你在出生岛看到我的时候没有退呢 ？OK 啊，这一把游戏也是撞死这个单子 ID 五了。我刚发现他，我就直接跑到他脸上了。我去，他居然还有老款幺零幺！嘿嘿，醒醒啦，醒醒啦！撞车啦，撞车啦！我去，不会是皮游戏皮太长时间，然后睡着了吧？这边呢，我也是一直在他脸上站着，然后随便跳了几个动作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单子 ID 五有什么反应，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吓退。OK 啊，也是第一次摸单子 ID 的头啊，也是有一点小紧张啊。哎，不是什么情况，怎么动啊？我去，我还以为他睡着了，他装的。看来这个单子 ID 也是挺要面子的，应该不会退游戏吧？你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该退游戏的是我。你们像我这种这么高的 KD， 谁不想给我打翻车呀？今天就是超越不羽打牌最高58 KD 的一天。就在前天呢，我是喜提了这个紫色跑车。来说一下为什么要喜提这个紫色跑车呢？因为我感觉吧，玩单排想要提高存活率的话，就只能开跑车了。同样，很多人也会说为什么不开蹦子呢？这单排说我的车辆里蹦子不是扛把子吗？虽然说玩单排的每一个选手都喜欢开蹦子，但是蹦子只要被卸掉一个后台，几乎就开不了了。而且蹦子的后台也是很容易被卸掉的。最终还是选择抛弃了蓝色蹦子。嘿嘿，除了紫色跑车，我还喜提了一个单排榜首的专属飞机。废话少说，直接上正题。接到三级素材呢，对面也是来到了王牌，淘汰分也是快来到5000了。这个场数呢，刚好来到了100场62的 KD， 场均淘汰18个。目前对这个数据还算挺满意的。接上期打了18游戏，打的也是挺不错的。废话少说，直接开游戏。第一局游戏，由于一直在赌桥，一个人都没有赌到，所以这一局游戏杀的有一点少。第一局加了32分，第二局也是撞上这个单子 ID 了，最后呢也是没有办法，连续被溜了2次。仔细看地图，这时候来了一辆车，这个枪声完全是掩盖这个车声的，当时我也没有注意看，然后就被溜了。哎呀，只能说这种时候就不应该停车的。但我可是有脾气的呀。那又如何呢？第二局加了8分，第三局也是遇到粉丝了，也是丢枪了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要让机吧，然后就直接打了。第三局加了28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这个人整个决赛圈都在针对我，抱歉了。第四局加了33分，然后这一局也是遇到了主动让机的粉丝。第五局加了31分。然后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把又遇到粉丝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只能打了。第六局加了23分，第七局捡空投就直接被溜了。我就说嘛，一旦后期的空投给的枪太好，就不会有好结局。我不要呀！我去！哎，我真服了，这已经是我。就刚修坏了，大哥，完了，楼下都上来补我了。别补，别补，大哥，我真服了呀。OK， 你救吧，你救吧。哎呀，我去被偷了，不算，我们都还没开始打呢。然后这个粉丝也是非常的讲武，都没有打我。接下来你们仔细看，这波太惊险了。我去，这烧不到我吧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接下来你们仔细看，这真的是谁都想不到的意外了。这时候指示亭有一个缓慢的脚步，当时我还以为是隔壁的敌人走过来了。什么呀，我去！不是吧，怎么老是让我碰到这种意外呀？我去，我真服了呀！你不是你，怎么从这里冒出来呀？不是，这怎么会有人啊？暂停，我得弄死你！啊，我去，什么鬼啊？不是吧，大哥这么狠心吗？下面有一个我的紫色跑车，你拿去开吧。让我骑。
你说啥我听不到。哎，这个人机上来了，快打他。我给你标点了呀，快打他。你别打我，给你好友，我为你别打我，你开我的跑车走吧你。然后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粉丝吧。然后他又真的就直接走了，我觉得太感动了。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好的粉丝呀。然后这边来到了韭菜圈，你们仔细看，这个又是粉丝，这个圈呢是刷给他的。然后我这边呢刚好也是圈吧，他就在那对暗号，然后我不小心开了一枪，他又过来了。不是吧大哥，你怎么不想着跟我掰头了吗？我在，不是，你怎么不跟我打了呀？我靠，你没枪吧？我没枪，我丢枪了，我怕地上。OK， 那你要怎么说？要不掰一下头呗？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跟我掰头吗？怎么？我打不过你。那怎么说？那你要养鸡吗？我打不过你，我关注你了，然后那个啥，我就看你在从那个从你在冲布衣的那个。我靠，你没拿枪吧？我没枪。OK， 那我直接打了吧，我出去直接加你吧，也挺有缘的，这赛季第一次给你撞到。我被你打了好多次。没事，我直接加你吧。第十一局加了21分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加了他好友，随便跟他聊了一下。今天还没有打够呢，再打几把。然后接着这一把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。给他一个我要直接走进去的假象，然后预判他快要跳下来的时候拉出去打他。不是，怎么又是一喷呀？我去，你们的喷子真的好离谱呀！怎么每一次都是一喷呀？我操，宇哥！哎呀，我太委屈了。太扯了，我操！啊，你能别打我吗？给我好友问题吗？对 ，OK， 你给我封科研，我看一下你叫啥 ID 吧，我待会我起来了，我把你打了吧，我直接加你好友。哎呦，怎么这年头我的粉子都变这么好了吗？太感动了。然后这边我跟他说把他打了，打完这把出去加他好友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呀。第十二局加了20分，然后也是跟他们合影了。哇，你不操宇哥，我操宇哥，我操牛逼呀，我操宇哥，你太帅了，好吧，哇宇哥你太牛逼了呀。啊，你好牛逼啊宇哥。嗯，兄弟们，我直接溜了，真的撑不住了，有一种想哭的感觉，但也很开心。真的，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有这么好的你们。这一局最后也是一个粉丝，他也是样机了，然后这些粉丝我都给好位了，但我还是希望能这场打就不要样机。很感谢你们。第十三局加了35分，你们就认真看吧。第14局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又给我音乐闪没了，我真服了。哎，怎么还有这么久啊？这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第14局加了20分，最后一局居然刷了这种圈。我自雷了。以后在洞里面的这个也是粉丝，他也是自雷样机了，真的太感动了，我真的，哎呀，我今天真的要睡不着了。好不容易撞到你。当牌不敢打近战的可以看一下左下角的教学。最后一局加了19分，来看一下数据怎么样了。目前单排对面也是来到了王牌4星，淘汰分也来到了5200。看一下今天打的战绩，今天也是打了15把游戏，翻了3把车，今天也是打了最开心的一天。看一下多少 KD 了，过去115场也是来到了63的 KD， 这数据太吓人了，头一次把单排的数据打得这么高，我感觉这个赛季应该不会留遗憾了吧。不赢就给我等着吧，我很快就超越你了。最后感谢一路以来一直支持我的粉丝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。